Radio Jungle. Audio Jungle. 原标题：为人低调是一种决绝。读史冯骥才说，低调不是被边缘、被遗忘，更不是无能，相反，只有自信才能做到低和安于低调。低是一种清静内敛，是人生必须摆正的一种稳重姿态，必须啊那的一种谦逊言辞，必须平易的一种处事风格。零一低调是藏锋守拙的隐忍，无论是处事还是用兵，平时深藏锋芒，关键时果断出手，出手才能解决问题。因为真正的强者总是喜欢藏锋守拙，待机而发，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大智若愚、大巧若拙的一面。大智若愚，实乃养晦之术；大智若愚，重在一个若字，若设计了巨大的假象与骗局，掩饰了真实。零二，低调是居高位者的原则，平和待人流于地，道有道法，行有行规，做人也不例外。用平和的心态去对待人和事，低调的人才高而不自取，位高而不自傲。枪打出头鸟这句话也并非空话，居于高位的人如果不能保持低调做人的本色，就会与他人产生距离感。零三，低调是韬光养晦的智慧。真正的强者总是莫测高深，不显山不露水，默默耕耘，苦心孤诣，直至成功。低调是一种修养，是成就大事的一种方式。毛羽不丰时要懂得让步，低调做人往往是赢取对手的资助，最后不断走向强盛，伸展势力，再反过来使对手屈服的一条有用的妙计。零四，低调是修身养性的境界。低调做人还意味着你必须丢掉一些东西，比如身份感、优越感、尊贵感、荣耀感等等。主动吃亏是风度，任何时候情分不能践踏，主动吃亏，山不转水转，也许以后还有合作的机会，又走到一起。低调不是压抑自身的欲望，而是自然而然修养品性，能为人着想，让自己拥有超脱欲望、淡泊名利的胸襟。为人低调谦和，如玉君子，方为涵养修养。